经吃饱了，再次邀请大家到我们的舞台前方，一起跟我们 Party All Night 啦！来翻歌坛带来，你这卡车是阿诺啊？你是好人怕钱，好人精嘛？我刚刚就一直很想问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你这个是，你如果被家暴，你要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打113妇幼保护专线。你如果是被男朋友打，你也要跟我说，我可以立刻帮你找一个新的男朋友。台下的朋友，想要当漂亮男的男朋友的尖叫声响好吗？有很多很多，来，谁想要当他男朋友带回家？他被家暴了，不是那样，不是啦，好啦，认真一点，不要笑成这样，认真跳舞。来，现场的朋友，再次邀请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的三颗跳跳糖。我听说今天可以审定所有的单。